统治查尔星的话，就得摧毁人类的要塞。人类的要塞，他们会使尽全力来对付我们。女皇，我们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下令。OK， go。这关印象中好像有点难度哎。这关我印象中有难度的。如果要选那个六颗毒爆的话，那我就要强化毒爆的东西。把这些虫子通通烧成灰烬，烧成灰。将军，准备发射核弹了。我们动作得快点，扎加拉，我会发动一波攻击，尽量展开破坏。哇哦！你趁这个时候建立虫巢。这么多？莫非人说完嘴炮啊？不是，这根本就是谁问？考验我的显卡啊！哇，好嗨哦，超累的。准备好重潮。等下，可以的话就派部队。FPS 很多，这会是场血战。我有话快说。21，还行啊。快点解决吧。勉勉强强。干，我刚刚传门快升满的时候自己点掉。有话快说。整个GG啊。这要硬上吗？在核弹发生之前摧毁敌方部队。有更多的虫族来支援。看，早说、哦！来来来来，看哥表演。他们来了，准备战斗。淹进去了。什么淹进去？现在又什么？你这样也要神操作是不是？来了，看哥表演哦。虫群感到饥渴。先屌虐，有没有？屌虐那只坦克。好不好？这操作哇，好猛啊！屌你！太神啦！我派出更多的支援部队，希望能在这波攻击中帮上。来来来，换这里，换这里。我要先把这边清掉，不然他们斩草不除根。哎，等一下，核弹攻击，我是不是要失败了？没有啊，核弹攻击。等等，我觉得我失败了、欸。没有吧？有有有，因为他要核弹攻击之前打完。那不这样，我要分两边打了。什么事？哎，我要输嘞！这样我觉得我要输嘞。可是我记得他只是会轰一颗啊，你好像不会输。你看他说我们快没时间了。消灭那些虫子。查尔星。那我觉得我要输嘞。别蹉跎了啦！阿姨，你知道吗？干，要阿姨嘞！这基地还咬不掉。哎，谁也打不了。哎，过了，没有，没过，输了。杀光他们，超烂。那你会不会玩？不知道，我不太会玩。我教你怎么玩，好不好？好。刚刚那是教告诉你一般人是怎么输的，你知道吗？了解，了解，了解。哦，为我输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接下来才是正式开始，好吗？好好好。所以你平常卡人口都是示范给我们看卡人口是什么状况吗？沃菲尔就会投向更多。等一下我看一下，他被毒爆炸，被核弹炸完会输吗？不会吧，看起来是正常的、啊。只要能杀进去，事情就结束。我创造了一种叫做变异生物来帮你消灭。哎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玩啊，我只是被炸了一波而已嘛。对啊。所以你没有输啊。我那边嘴炮、哦、来来控制这个虫巢，让人类就是要给你们看那个核弹的画面，我是用心良苦，我刚刚如果解掉就没有核弹画面了，谢谢你哦。哦，到底懂不懂？有话快说。好，有话快说。好。哎，辉哥，那个长脚那长好像你哦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你知道他有个外号叫什么？不知道。长屌叔叔。哦。现在又好什么事？需要更广。人类在这些设施里面拿虫族进行实验，却不能允许这种事情继续下去。真的？怎么可以拿虫族进行实验？我会毁掉那些设施的。孵化更多王者。我们需要更多资源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孵化
这是一款种族歧视很严重的游戏啊。有吗？为什么？就三族互相歧视吗？没有互相歧视，他们是互相仇视。好，解决吧。哦，我觉得我讲的没有错。没有错啊，就像黑人为什么会仇视白人？也没有仇视啊，那是历史。等候指示，什么事？哦吼！太会射了吧！好猛，好会点哦！怎么那么能射啊？哦、不行啊，打不赢。怎么了？点雷神啊！你应该可以把雷神点死吧？没有雷神。最后，我觉得我应该慢慢磨就好了。部队，我们锁定虫巢的位置了。突击队员准备。哦，这雷神，这是雷神哎！你视力好好哦。超猛了。是不是有点实力？我们需要更多精华。靠，凯利根要死。虫群感到饥渴。哇，有二矿啊！我们需要更多精华。什么事？我觉得只要一直出口就可以过啦、啊，每一关都只要出口就好了。往前推进。有话吗？有话快说。不变。我们需要更多精华。谁也挡不了我。哦！靠，才这么一点点而已。现在又怎么了？战犬，这个东西被改掉了。原本，哦，没自由之翼有了哎、欸，没有。他之前测试版的时候，在冲之间的测试版有，但是被拿掉。时间不多了。你看剧情有啊，他这原本是设定有那种东西，但后来发现他太强。我在营运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营运一下。补满农民就可以开爆狗，超智障。谁也挡不了我。爆狗真霸。哇呼，这啥？发射地雷核弹，快撤离！快撤离！哇哦！哇，不要自杀啊！求是无，有话快说。干老师，重拳感到饥渴。哇，好猛！凯利根小姐点一下就死了。不是啊，等候指示。我就叫他不要射了，我只是让他哎、欸。我不想这样太亏了，算了。我觉得我们要慢慢来，不要太激动。这什么东西那么痛啊？坦克。哦。我们接下来就慢慢来了，不要太激动。哇，我的声音真的有点爽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，这个星球是我的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做那个这个鬼东西。这家伙蛮猛的，你知道吗？长得也蛮丑，真的很丑，但是很强，又丑又强。谁也挡不了我。欸、其实我觉得毒爆虫有它的好处、欸、因为我凯利根没什么 mana 不太够用。我们需要更多。突然发现我的魔不太够用。我们需要更多精华。来。现在又怎么了？虫群感到饥渴。时间不多了，有话快说。异化虫虫族，我应该多一点这个的。我靠！快疏散平民，各位弟兄坚守岗位。他这核弹射太歪了吧？又发射了核弹。他浪你啊！浪他妹啊！他自己点歪哦。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去射？这可以干嘛？科学设施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无法执行。可恶，凯利根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有话快说。这个的好处是它很硬，它可以顶着
坦克的炮火 A 过去了，而且275，它就是一个小型的雷兽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已经跟他妈超人一样是啊，我已经超级强哎。OK， 这边应该可以直接过去中间吧？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又怎么了？谁问你了？哦哦哦！我们需要。乌菲尔将军就是来打嘴炮了。等一下，那个凯蒂跟他插入的是什么？就为了更多的人。好像硬上好像有点亏，而且很大力插入。然后有核弹。哎，他是一个自爆哎、欸！哇，一个傻逼，傻逼的概念。虫族来袭，快将伤者搬到逃生艇上面去。砰！靠，他们根本没兵啊。部队受到攻击，这边怎么会有东西？谁也挡不了我。哎，正规的时候，人类核弹真的丢出来了，丢出来啊！可以。能量啊，这么猛，弹丢出来啊！双方都在归后期的时候，就一定，人类就是要靠核弹来破阵。打神族的时候，打虫族不会。不小心就会吃到核弹，对。就是他要用核弹来破你的防守阵型。不行啊，这样太亏了。可恶，凯里根！可是那鬼子不会被点掉啊？你怎么能？隐形的、啊。隐形的。OB 啊。OB， 不是啊，你不知道他一定在哪里，你不知道他在哪、啊，他是隐形的、欸，你要找得到他在哪才行啊。哎、欸，他又不是一次只会丢一颗、哦，所以丢核弹的时候，你被丢核弹的时候不会，就是地图会飘出来。他会，他不会，他只会你要自己去找红点。哦。时间不多了。哎，太烂了。这个星球是，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方部队受到高核弹发射。但这个剧情模式就会有。核弹，快撤离！一直出狗就屌虐了。又怎么啦？这就可以干嘛？侦测到核弹发射，发射一枚核弹，快撤离！我们和敌人交战，往前行事。这里的矿藏非常丰富，矿藏加拉派一些工程过来，有黄金矿说谁现在又重有话快说，往前推进，等候指示。我方部队受到攻击，我方部队受到攻击。哎，怎么那么多？我才拉一只。群星要塞，两边一堆把群星要塞打到打到牙，超痛的哦。我一直以为他是那个装饰性，小心要超痛的。这我觉得我又一直在 F 二，然后 A 过去而已。我方部队幽灵特务小队 B 和 D， 哇哇哇哇！时间不多，等候指示。侦测到我们需发射，又是核弹，还真执着。我们需要侦测到核弹发射，又是核弹，
还真执着，还真执着。我摧毁了科学研究设施，沃菲尔的实验就到此结束了。我希望跟那些虫子，这就叫拉阵型，然后包上去。因为你们要一起下地狱，这是实战技巧。沃菲尔，你应该把查尔星还给我才对。神族也可以用，只是神族通常都不会，都是兵比较少，所以都是被拉阵型。对啊，所以神族通常对方兵比较多，所以神族都是要集陀然后放力强。只要立场是超强。对啊。快派出太空公主车修复缺口。修你妹啊！我要打进去啊！哎、yeah. 欸，沃菲尔将军还在上面偷打你，然后穿塔夫的防御。大陆清空了。沃菲尔将军要被捅。把他们全部杀光，但是沃菲尔将军要留给我。快把商人送上船！我快到了，要派一支队伍去接你吗？我没事，中尉，你照顾伤员就好。他被烫了。我再找办法离开。嗯，按到暂停了。将军，虫虫数量太多了，我们撑不下去了。打死了。我坐在旁边，我都觉得你耳朵在哭喊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是因为他不是凯利根。哎、欸，哦，你听着，我一直以为那是耳道式，他不是塞，他不是耳塞式。山中的对你根本不成威胁。不是你那样，这很夸张。都是一些有钱人。来看医生的。放过那些船，听清楚。他想要他放了他的其他人。我们被包围了，我们逃不出去了。你这贱货，你根本就不是人。你背叛了我们，为了什么？就为了报仇？多少无辜的性命死在你手里，还要再死多少人才够？如果雷诺看到你现在这样，会怎么想？啊，激怒他！所以他把他杀了以后，他就叫那些虫族不要杀了。将军，将军。所以其实凯利根他还是有人性的。